半程程没有一个字是白说的。我不太社交。嗯，我也是。相亲呢？用好，我看你表现多好，再取决于这妹妹能不能跟你好，再取决于这妹妹能不能跟你好。孟宴臣用用的顾九思，该你了，顾九思，哇，好帅，哇，好帅。Next。个人战，个人战这三个字还是很好理解的吧？什么叫个人战？这个要怎么给你解释什么叫个人战呢？一个人的战斗叫个人战。我去家，这是嘉宾吗？能退出去吗？还有退嘉宾的。Next， 这也不好猜了吧？我要告你们。Hello， 有人吗？来了。Hello。Hello。各行各业。哎。Next。我总是临时抱佛脚，临时抱佛脚，临时抱佛脚，临时抱佛脚。我来，不打游戏这么久，你之前就可以买。谁打游戏？我没有打过游戏。生你的花，我想要带你回家。算了，生夜狗吧。我管他是跟是家，请你今天要过来，忘记中意他。你是最美人家，你知道吗？Next。 女孩要缩背，这是。你们俩呀，泽远以后不过了呀，泽远。泽远。没事没事，我对没事没事，我对。Next， 反盗王子天宇，泼妇女皇段誉，中年男子郑恺，中年男子郑恺。你是玩过这个吗？回去自己看我的视频吧。下期男友，这是我圈内最好的。一起干，他现在开始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一起干，他现在开始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摸摸他的肌肉，摸摸他的肌肉。嗯，好朋友。Next。那老师唱的歌，阿萨迪克多迪克多迪克多，阿萨迪克多迪克多迪克多。对，这个叫啥来着？心里什么不安？心里特别不安，你有病吗？就是那种上上下下的那种，心脏啊，你上上下下，心气，有病啊，有病啊！干一件坏事，我心里舒服。Next， 买下月华。我当老板的这个，没有潜质，只是我想当一个，也不是记者。我也不是，你们很辛苦了，我想当老板。范老师，我们下面流程是什么？我觉得今天可以到这里。我要当老板，掌管月华旗下。Next， 雷在搓澡。我这。不让他动手，不让他动手。哇，那时候该多少岁了？我快40了，五年后。哇，那你还能去花什么40？官方身高1.75吧。官方身高写1.75，一般都是1.7。一般官方身高写1.7就1.65。你官方写多高？2米。
Next。社长跟年少有为的那个 MV， 我其实年少有为，是年少有为。这是哪首歌？哎，我这种唱都挣不了钱是吧？甚至得告你。你能不能再留一次那个紫色头发？那时候多年轻啊！成，你有没有想过那时候是就是年轻？成，那是五年前。五年前，你现在是多少了呢？33。五年前28，再过6年，那就28。挺会聊天的小孩。Next。根本没有内涵的题你也能出，你也能出，倒是猜出来了。我都没想到你的题里有白萝卜这个题。又要换装，我一天已经像百变大咖秀一样，三套衣服了啊。无毛猫 baby 正确。咱们是惹不起那个娱乐圈的人了是吧？惹不起那个娱乐圈的人了是吧？只出动物，玩无毛猫这块儿。Next。得给我们批瘦一点，因为有很多的流言蜚语会到我们的身上来。哦，脚踩的那个对。哇，你不愧姓侯啊！说实话，我如果没上去还行，但是你啊没上去。Next， 我能上，但是我上就是笑柄。等会儿，我是辣啊！你要把那个袖套扔下来，这是缝的。放手，我够不上气。哇，传说六十，一次分几万两，恭喜！恭喜什么恭喜？40秒，我用14分钟，以后管我叫范爹得了，管我叫范爹得了。你看不看这期节目？我当然看，就这一趴游戏，我自己一个人站了5分钟，我能不看吗？Next。认识啊？哪认识啊？啊，什么时候？哎，我们出生就认识，咱俩临床。那我们有电梯吗？这个综艺叫奔跑吧。打开一点，我们打开一点，不用那么急。不行，他们这个组合呀，一着急，八门语言都出来了，都听不明白。我是今天的晚会主持人杨洋。掌声，妈妈你。掌声。Next。这个笑好帅啊，范丞丞，不是这小子怎么做到的？你消停了，你胖这样人家能认识你？干嘛呢？不是开个眼角的吧？会不会带一点？就是一条缝跟长一点的区别，你觉得在哪？前任要是在微信上给你发红包，你怎么办？收我，肯定收，肯定收。啊，兑好了，咖啡喝多了，总是睡不着。那你去街上跑三圈，你街上跑三圈你就睡着了。不是，范丞丞，范丞丞，我也害怕，真不行。我求你了，你是个男子汉，不是？大家都是姐妹，大家都是姐妹，说啥呢？Next， 你不生了没啊？哪个病房呢？对不起，先生，你先把字签了吧。生了个八宝胎，你生了个八宝胎。我家媳妇太能生了。他们是连在一起的，他们是连在一起的。检查错了，赶紧再去检查一下。哎，二号房，怎么可能是八宝胎？等会儿，这是我们精神科病人。这是我们精神科病人。